Hello，大家好。今天呢是在研究鸡的爪子，也就是它第四只爪子是长得有什么区别，就发觉公鸡跟母鸡的爪子差异非常大。现在走过来的公鸡，我帮大家拍一下公鸡的爪子长得什么样子哦。大家注意看到吗？它的爪子可是非常尖锐的母鸡呢的爪子呢，其实就平的，就是感觉上就好像是多了一个爪子。看这只公鸡不一样吧？它的爪子就是整个立起来会有攻击性。那我们来看一只大一点的公鸡，这只公鸡的爪子就更明显了。但是爪子长并不代表说它的攻击性就会比较大，因为呢，它这个牵涉到它本身来讲，它的斗性是怎么样？但你可以看到公鸡完全不一样。那母鸡的爪子，它的爪子其实就是平的，好像多了一只指头的感觉而已，并没有像公鸡这样。你可以看到，很恐怖吧？这就是公鸡跟母鸡最大的不同点，虽然它年纪已经2岁了，但是每一只公鸡跟母鸡它的效果是不一样的。好了，这是我们的鸡仔的观察。